主料，南瓜约一个土豆量，土豆一个，辅料葱、鸡精、食盐、鸡蛋一个，面粉、土豆、南瓜、桃丝，加入鸡蛋拌匀，加入面粉，撒上葱花，加入鸡精、盐，充分拌匀。锅里下油，放入葱瓣炸香，将南瓜土豆丝放锅里摊成一个圆形，一面煎金黄，再换另一面，两面金黄后就可以出锅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